100块可以买什么？我想吃空肉饭加卤蛋，再一杯豆浆红茶。拜托，100块哪够啊？我要买炒面配猪血汤。拜托，哪够吃啊？100块我全都要。噔，想不到吧？因为台中首发物条券，百变200，我们把钱变大了。菜市场、商圈、夜市，限量30万份，现买现用，买菜也可以哦。